先将伸缩内管拧出来，要把它从后面捅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，盖上的话就把它拧紧，固定了高度，然后把它拧到底座上面。拧的时候要注意要垂直，然后，拧紧之后，我们拿这个万向头，这个万向头安装到管子上面。拧好后，我们用这个多手机的这个架子。我们拿看一下侧面，然后用下面这个有孔的安装到螺丝上去。